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要来去天母的水管路步道，会走到文化大学，那看看能不能上沙帽山。那我们今天从金山站出发，待会会搭公车前往天母，走吧。天母道的入口，那待会就会走这条黑色大水管路，然后会到阳明山。我们现在天母水管路已经爬到一半，那边就可以看到这个日治时期留下的一条大水管，里面真的有水哦。那我们待会就继续往上走，就会到文化大学的部分。那今天应该可以继续往上攻茶帽山，走吧。那水就会在这边先汇集，然后再进水管中往下走。那到调整井记得往左转哦。往左转之后，我们就会到猕猴活动区。原来阳明山这边不要打扰他们，不要喂食。现在走的这个公路，林荫都很低，然后一路上就是都蛮阴凉的，然后也有鸟声可以听，惬意。现在已经这段路走到最后段了。到一片竹林，有没有日本的感觉呢？这片竹林有蓝山的味道。走完水管路步道，大概花了一个半小时。那这时候可以考虑要不要再追加旁边这座沙帽山，上下大概会一个小时，那是陡上爬坡，大概爬200公尺。我们今天会来走哦，走吧。我们到了沙帽山的登山口，那从现在开始呢，就是开始陡上。现在已经接近中午了，就在那边先吃个八宝粥充饥，待会再继续爬。到了山顶沙帽山，就在这边可以看七星山。我们看一下，
从沙帽山下来之后呢，现在三月中刚好是阳明山的花季，那我们可以来中山楼前面看盛开的吉野樱。山下来了，然后沙帽山下来就可以来到这个阳明山的前山公园，就可以来这边看看花。旁边还有一个汤屋，汤屋公共澡堂，可以在那边泡汤。泡完汤之后，旁边就是公车总站，就可以到下山喽。那我们今天的行程就到这边结束了。